怎么了？有人开枪，子弹横飞，简直什么都看不见。哎，不怕不怕，用你的天眼通啊，再看一看。哎呀，你真当我是神仙呐？我只可以偶尔看一次嘛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对了，听说赌神的徒弟这几天会来香港，我们先拍一点录影带，请他招待他师傅，不就成了吗？行不行啊？哎，拍了再说嘛。哦，开始拍了。赌神大人师傅在上，小弟阿星在下。小弟3岁到澳门，4岁进普京，5岁赌到变成精，6岁薛人不正经，怎知7岁就输得亮晶晶。今年27，还是无事一身轻，所以希望拜于赌神门下，能够学到一技在身。哎，慢着慢着，你拉链没有拉上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我想吓吓赌神，来个下马威吧。你连输入都吓不住，快收起来吧。哦、哎，好嘞。你刚才嘟嘟囔囔的不行啊。我已经尽力了。尽力也不行啊，再给一次机会吧。哎呀，没有机会了，让叔叔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好吧好吧，来吧，换你。哎哎，你过来拿着摄影机啊。哦，慢慢的拍上来，拍我的头，用点心思学啊。知道了。 Action。 赌神师父大人敬起者，地摩罗星。叔叔，你怀孕了？哎，别开玩笑，认真点儿。小弟摩罗星今年27，一事无成，幸好心术还算良正，祈求师父收我为徒，让我有一技在身，他日行走江湖，图强扶弱，为社会服务，为国家捐躯，为自由爱自由。不肯说就算了。借光，让我一次爱个够。阿信，阿信，这小子死哪去了？阿信，阿三哥，干什么？一早就杀狗啊？阿信，阿信，哎，小刀，看见阿星没有？他有病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说脏话，我也没得罪你，干嘛骂脏话？你说昨天晚上你去哪里了？在梦露家里。在梦露家里干什么？吃蛋挞。光是吃蛋挞啊？还有啊，还有什么？喝奶茶。就这些啊？就是这些啊。你有神经病啊？人家都说是梦罗，不知其梦。只要有个梦子。叫梦罗。哎，到了。好，在这里。那进去吧。啊，师兄慢着。干什么？哎，你的脸有问题哦。真的知道吗？不是你的脸上有问题，是你的样子人家认识，进去会打草惊蛇。是啊是啊，不如我们两个先进去，一有状况我马上大声叫你。好啊，你在这等着。哦，要什么？你有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有啊。5加皮，双蒸24味凉茶，豆浆，再加一个龟蛋，搅拌均匀，再加一滴墨汁，有没有啊？有。全场一人一杯，我请客。哦，哎啊，我自己要一杯柳橙汁啊。好的。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
启木，启木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？我不是启梦，你认错人了。你别开玩笑，你不是启梦，那你还会是谁啊？我叫梦罗，这家酒吧是我开的。你真的不是启梦？哎，你真的不是启梦啊？我以为只有年轻人没有经验，才会用这种老套的办法来追女孩子呢。没想到像你这么成熟的男人，也会这种老招来追女孩子。